这一件衣服。好，这一件裤装衣服是我自己搭的，家里随便哪一件素 T 背心通通都可以哦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因为好久不见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我觉得它蛮轻松，然后一般上班也可以穿，出游也可以穿，蛮有气质的一件衣服哦。第一个它是雪纺的，所以非常非常冰凉。第二个呢，它的长度很特别，是到小腿的一半哦。然后呢，告诉大家小腿一半的东西，我建议大家穿平底鞋就好了，比例会比较好看。然后呢，裤头这边有松紧，所以都是可以驾驭的，后背就是呈现一个十字交叉，非常好看。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搭，有人搭平口，有人搭背心，有人搭 T 恤，通通都可以。好，然后它就是一个很，我觉得很多场合可以穿的，就是有点像我带小朋友出去玩啊，比较休闲感，或是一般上班这种衣服也是可以穿的，就是不会到这么露，只要你搭一个就是这样就可以了，好看。而且我觉得这一件啊，它就是有一种慵懒时尚休闲感，然后刚刚有讲它这边有做那个松紧，所以其实到 M 号 L 号都是可以穿，它就是一个宽裤的概念，然后非常的舒适。然后我今天搭的是那个 T 恤，你们可以回去昨天的粉专看一下，妞妞出去玩的时候是搭背心，穿起来变年轻了，有没有？真的有一种清甜少女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个颜色啊，它是有点卡其灰，所以不挑肤色，不用担心。如果是正宗卡其的话，就会有挑白皮肤的，穿的比较显白，但是它有点灰卡其，所以这个颜色是非常顺眼的。不用担心肤色会变黑，我自己两个颜色都买了，因为我就很爱走这种风格，然后带小朋友啊就非常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它是很凉快的，它不是有些人夏天不敢穿连身裤就觉得哇好热，但是其实它的长度我刚讲很特别，到小腿的一半，然后很凉快，然后很好搭鞋子啊墨镜啊。我跟大家讲啊，我现在是戴黑，如果穿黑色我建议大家可以戴这种粉红色比较亮的墨镜，然后不管你是挂着还是怎么样，就是很有型。